如果人生重来，你还会选择和我结婚吗？会呀、啊，当然会了。嗯，必须要直视你的眼睛是吗？嗯，会的，老公。那我就满意了。下辈子还嫁给你，下辈子还嫁给你。最近李湘和王岳伦的婚姻状况成为热点话题，男方被拍到三天夜会两女，并在事后发布声明称，表示自己和妻子于今年七月份已经离婚，但随后又将动态删除。其实王岳伦和李湘的婚姻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亮起了红灯，离婚的苗头也是早就有迹可循。回顾王岳伦和李湘12年的婚姻，可以说是很波折。2009年，王岳伦顶着一定的舆论压力娶了二婚的李湘，一个书香门第，一个知名女主持人，两人的结合在娱乐圈内虽不是说是轰动，却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同年10月，李湘在北京生下两人的爱女王诗龄。2013年，王岳伦携女儿王诗龄一起参加由湖南卫视推出的大型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因节目收视大热而受到广泛关注。王岳伦的个人履历上虽是导演，但是观众们却根本不知道王岳伦有过什么拿得出手或是知名的作品。因为老婆李湘和女儿王诗龄的名气，才使王岳伦更多的出现在各媒体平台上备受关注。自此，王岳伦身上也是增添了一些怕老婆、吃软饭、啃老等负面标签。王诗龄的爸爸啊，咋个都说什么那个王岳伦吃软饭，胡说。王岳伦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画家，人家用着吃软饭吗？人家是啃老。虽说王岳伦李湘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很不错，但是近年来对于这夫妻的风评并不好。原因很简单，一家子生活风气极其奢靡，而且还十分高调，颇有炫富的意思。再加上王岳伦三番两次被媒体拍到与异性行为举止亲密，更是让网友们对这对夫妻的评价跌至谷底。对于王岳伦喜欢出去玩这件事，大部分人会归咎于李湘的强势与势力。王岳伦也曾在节目中自曝，就他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必须要接，只要一个电话，就无论你在谈什么事，多么重要的事情，十分钟之内，无论你多远，必须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比如说我这个经常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哈，就是比较晚回家，就是他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必须要接。一接了以后呢，只要这个电话一接嘛，当然就要接啊。对，这只要一接的电话呢，就无论你在谈什么事儿，多么重要的事情，十分钟之内，无论你多远，必须要出现在他的面前。不是吧？那太远了，十分钟赶不回去啊。不难看出，王岳伦和李湘的这段婚姻其实是女强男弱的。虽然李湘一次次强调自己是个小女人，也没有止住女强男弱的标签套入她和王岳伦的婚姻。渐渐的，李湘也不再故作娇弱，笃定自己因为婚姻变成了女强人。我跟你说，人是被逼出来的。我嫁给我老公以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变成了女强人，所以一定要有比较。所以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谢谢你啊，你把我造就成了女强人。对，我说以前我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说就是嫁给你以后，我变成了什么都得自己干，没人干啊。2020年，李湘带着王岳伦一起录减肥秀，在节目刚播出不久，王岳伦便展现出自己对妻子李湘的照顾。他早早的起床，在厨房中忙活，煎蛋、烤肉样样精通，俨然是一个称职的好丈夫。李湘也毫不吝啬展现对王岳伦的爱，她时常毫不顾忌镜头，穿着睡衣就和丈夫来一个早安吻。不少观众表示，两人的相处方式甜度超标，简直羡煞旁人。夫妻俩第一顿饭就是吃烤肉，而且都是高端食材，网友们纷纷感慨，难怪这一家子都吃得这么胖，一般人这么吃还要考虑腰包的问题，而李湘根本不会担心。李湘也是娱乐圈唯一一个不会在意自己外表的女明星，不管自己多胖，她还是会随心所欲的想吃就吃。为此，在后面吃饭的环节，王岳伦就心直口快的嫌弃李湘的吃相太丑了。此话一出，立马把李湘给惹恼了，气得她飙出一句长沙话，两人斗嘴的画面太搞笑了。李湘和王岳伦有过肉眼可见的爱情和甜蜜，如今感情破裂也是令人唏嘘。不过最令人心疼的是王诗龄，无论这对夫妻有什么话题都会扯上王诗龄，不管李湘和王岳伦最后结局如何，
都希望王诗龄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毕竟孩子还是要快乐的成长。